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好了，包包了好不好？哎，这断掉了，它是原本就断了吗？原本就断了。真假的？出柜那天就断了。出柜？你什么时候出柜？剩下就是一些这个酒窝啊什么的。哎，车脏怎么看起来都没有怎样？哦哟，它这里啊，这里啊，好不好？哎，轮框上去了，帅哦。金的，维持金的吗？它也是新的，维持金的，蓝金蓝金，好不好？头尾灯都来了，尾灯也要换新了。尾灯买小那个改款后的框框灯条，我不确定装不装得下，我就先买。我拿带你去看了，我又买了大概三组吧。我不管装不装得上，我就先买再说。我本来要考蒂芬尼蓝，我里面的椅套都买好了，复古的椅套。结果后来被说服不要用蒂芬尼蓝，所以我就维持这个颜色做一点点改变。我老婆一直叫我不要用蒂芬，我老婆很讨厌蒂芬尼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呢、欸。好啦，反正我多了一个椅套啊，妈，在日本定做了三个月才寄来，就不能用。然后这里它是有一点白色，跟加下面有一点那种斑驳的感觉，有没有？整车都是这样，这有点复古感吧？我买了好几组灯啊，这边有一组，应该是吧？还有500新版的，有没有？哦，它是一个这样框框，然后中间有一个那个烤漆板，这个烤漆板啊要烤同色，车身同色。嗯，车身同色。哎，奇怪，我记得我有三组啊。这边怎么只剩下这一组？我还要买一组正常版的尾灯，你知道吗？你买那么多组干嘛？没有，我是先买正常版。哎呀，对、啊，正常版，就正常版。不是你这个不买很可惜，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一组才多少钱而已，我记得1000块左右而已。所以我是想说先买了，那个不能装，再装这个。好了，大概这边好像看到是这样，剩下要找一下。我的头灯就是跟车上那一组一样，然后是新的。头上那现在上面那一组其实也没有很难看。就是好像整理一下磨一磨应该还可以，可是反正它的东西其实上国外买其实真的不贵，所以我就都把它收刮回来。好、啊，接下来就去找头灯吧。哎、欸，找到了，有没有？哎、欸，这也不，哎、欸，这有方向灯的。对啊，本来的没有吗？本来方向灯是不是在下面？哦，那可能要接线吧。我们带大家去比一下好了。哎、欸，看它旁边有500哎，啊这没有呢。阿泰，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如何抉择？我看一下啊、哦。看一下新的长怎样，欸、是这样吗、啊？我会选旧的、欸，哎，为什么？我觉得一颗鱼眼比较帅。对啊，然后方灯在这下面比较好看，分开比较好看呢、欸。哇，看，真的假的啦？可是磨磨呢？磨一下啊！我很讨厌车头灯不亮呢、欸。还是这个可不可以？车头灯不大没关系，但是至少要亮。你懂吗？啊、欸，而且人家我们这里有 LED 呢，太多元素了、啊。你每天买你太多元素，你去看你的 CHR 吗？你在跟他呛元素。好啦，先听你的啦，我用原厂下去救，好不好？救不起来再换那个。对，救不起来再换，就这么决定了。好，发包，派工了，处理了，处理了，处理了。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我们已经把 Leo 那边用好了 ，Leo 就是底盘啊，轮胎也换了。轮框也换了，哈哈！我现在上面这个圈是那个爱快罗密欧的。接下来我们准备去神宫讨论一下那个内装的部分，椅子啊，因为椅子有破，我想要把椅子的皮全部都请他换掉。我今天来是这样啊，我大概跟你讲说我想要弄的东西嘛，再麻烦你看估一下价，我们再讨论怎么处理，好不好？其实内装比较多啦，还有椅子的皮我想要把它换掉，因为那一边都有破。可是我因为我们要拍影片啊，我想要弄给人家看起来觉得有换一个感觉。那至于形式我们再讨论啦。好啊，材质跟样式再讨论。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安全带跟门板，如果门板可以跟椅子、这个地方一定可以做啊。对对啊，跟椅子搭啊，那还是把这个包掉，包成麂皮的也可以啊，可以搭，比如说用麂皮拉线啊，拉蓝色线啊。它这种圆的包，这个没办法包，对，哦、橡胶的不能包，它没办法收尾嘛，它是一体成型的。对，所以我们还要搭头枕。基本上你应该内装的皮革还是会有黑的啦，所以还好。我在想，比如说是这种中，比如说有点类似像赛车椅的感觉的话，中间如果是麂皮的，然后旁边是皮的，可以啊。你要蓝色的阿肯塔拉，我也有，哎、欸，也可以用蓝色的，然后蓝线啊，对，好了，阿来，那我们就走了，好，谢谢啊，耶 ，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
too far gone, never gonna sit and listen. This is optimism mixed with the best, you get it, what you're seeing is a beast in the flesh. I'm vetted, I don't need to try, speak for the rest. Always keep it abrupt, they wanna keep it a mess, you know. This is what you get when you're sitting as a vet, but everybody know that you're a threat. We're the rest, let's go. We won't fit in our box, we don't quit, we won't stop. Ride us all to the top. We won't fit in your, we won't fit in your, we won't fit in your box, no. We don't quit, we won't stop, no. Ride us all to the top, whoa. We won't fit in your box, no. Look, I'm trying to tell you we don't fit in your box. Why you try to bust me in? I got the key to unlock. I know the locksmith's optics. Speaking of loss, I'm eating lobster, chopsticks, freaking the boss, you know. I'll never fit in where I go at. Boss talk like I'm Boaz. Why fit in when you know you can stand out still? They remember you more when you hand out deals. Let's go. We won't fit in your box. We don't quit, we won't stop. Ride us all to the top.好，我们又来到神宫啦。好，今天就是来签小狮的菲亚特500啊，他来这边做内装重包皮椅，但为什么不在这边把它做完再签回去？过来看，因为我们的地毯拆回公司洗。啊，为什么不在这边把地毯装回去呢？因为我们地毯装拆回去洗了嘛，想说车内这边就比较脏，想要就回去顺便再洗一洗，这样比较整车做彻底一点，比较干净。好了，我们现在就回去吧，走。开箱时间，日本买回来的，等了好久哦，等了大概3个月吧，不知道能不能用哎。菲亚特，它是 Punto EVO Abus 呢，2007呢。哇，怎么办？又不能装了。又不能装。我跟你讲啊，这不能装，我就叫极致帮我改管子。就直接用烧的烧上去。对啊，把尾筒修上去就好了。你认识这个吗？雷姆斯火狐狸，这小时候的梦幻一品呢。出现了本尊，你看还有一个火狐狸，看一下有序号 Uber， 是不是这样？我想要去趴下来看一下，我觉得不太一样，好像装不下。那桶子比它大很多你去拍它桶子很小，对不对？对啊。我那桶子好像很大40公分而已，哇，细啊，哇，这么小一个。对啊，我倒了我。差不多可是它这两节比较痛啊。没有，我刚刚没有量这两节啊，痛出来有关系吗？痛出来应该没关系吧？凸很多出来吧？
哦，你说这个、哦？对啊，对啊，对啊，这个12公分啊。哦，这二级呢？哎，12连套管都比12长了呢，套管都18了呢，怎么办？不管了，到时候把它再去集市家想办法，看他怎么修啊。对啊，好啦，到时候再去改改看啦。我应该又买错东西了。可我那时候买这个是这样，我是抱着一个想法，反正我先买回来嘛，好，然后到时候就是看他怎么修。可是我忽略了一点，就是菲亚特500的车太短，所以他的那个桶身是很短。好啦，到时候看怎么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把排气管装上去。好啦，我们又来到极致了。好，我们又来到神宫啦。好啦，我们又来到极致了。啊，真正有影好可怜啊。然后因为小智上次买了一个排气管，然后我跟他开箱之后发现应该是不合啦，所以我们来这边研究一下，看说要怎么把它弄到车上。其实我看觉得差蛮多的啦，等一下请他们帮我们看一下。装不上，装不上去。你这个大鱼。对啊。车牌啦，没有，你说开管都有办法，但是先天条件它就已经大于这个空间了。你看长那么多啦，这边长那么多。然后这边就是检查避震卡，塞不下。对啊，塞不下。啊，没救了。没救，没救，就是没救。刚刚我们有传照片跟老板说，因为卡到那个避震筒，所以不能装。那小师就说，那不然就改他们的管子，但是不要太大声，就这样。所以我们等下研究一下，看要怎么改比较好。好，先这样。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好久没有出现的爱车大改造。最近啊，因为这个修理厂大家都塞车，师傅越来越少，车子整理越来越慢。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老车找零件啊，找厂商啊，等待修理厂排队啊，整理真的要花蛮多的时间跟人力去记录，好不好？所以这个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不错，记得下方的订阅。超级感谢，鼓励我们继续做这个影片呢、啊，好不好？要不然吃力不讨好的影片，好，没有流量，预算又高。好，那我们除了这个最早最初在这个利诱汽车，好翻修了一些机件上面的问题以外，好，另外呢，我也分别从美国、日本，包含有买正确的零件，买错的零件，买错零件我就不算钱了，好不好？我们也做了这个烤漆，然后做换了铝圈，内装也经过翻新了，等下带大家一个一个看，整个花起来呢，加上我们当初有分享，我们买进来价格应该是49万多嘛，就是从什么出关啊，喂喂喂，对不对？好，那目前呢，成本已经来到差不多80万。80，现在到底是通货膨胀，我钱变小了，还是钱真的那么好花？到时候呢，详细我所花费的金额都会列成一张非常长的表，可能会占据我整个16:9的荧幕，来跟大家分享这台车好最后花的价钱啊。不过坦白说是这样啦，第一个当初买进来实验性质，好，所以进价跟这个关税其实没有管太多，本来就不是进来要卖的，因为我单纯我自己就非常喜欢菲亚特500这台车，也觉得它是一个很经典可以永久保存的一台车子啦，好，所以我当初进来没有考虑到销售的问题。那第二点是这个，因为呢是自己要把它当做一个模型玩具，大型的模型玩具来玩，所以在花费上面也没有再节制的，好，自己的东西就是用最棒的最喜欢的就对了，好，所以才造成这个金额这么可怕。一定会很多人讲说，这个钱我认真讲，当初买阿巴斯就好了呢。对啊，为什么？可是没有啦，我本来就没有把它设定成一个钢炮啊，或者是要去跑山很凶的车子，其实真的没有。好，我只是想要打造一台小台的自己也喜欢的代步车而已。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台车呢，我们到底做了哪些跟动，相信你们应该已经看很久了吧。映入眼帘就是这个变色龙的烤漆，它有一点蓝紫色，加上说跟它原本车色也有一点点的接近，好，所以门框的部分呢，我就不用再烤了，门打开我只有烤外表，这样也会比较便宜嘛。所以你看这个外表的部分是我新烤上去的变色龙烤漆，那里面呢就维持原本的深蓝色。那再来一个就是我有去国外哦买了这个叫做本来的定位灯，这个是熏黑的哦，还有它的侧边的方向灯哦，我们也都把它换成熏黑的样子。好，然后呢这个是我一个我很喜欢的框哦，这个是爱快罗密欧的叫做 MODA 的框，16寸的啊，好不好看你们就自己
淡定啦，好不好？我自己觉得是还蛮漂亮，我很喜欢这个。哎、欸，不过中心孔盖没有找到哦。啊，中心孔盖本来有买，可是它这个太粗塞不进去，所以到时候可能这个部分还要再我抽空慢慢再找一下。屁股的部分看到的也就是这个尾灯，我把它买了一个新型的尾灯换上去了。新型的尾灯插在哪里？它中间是这样，有一个跟烤漆同色的塑胶片，好，然后它外面就变得有点类似光条式样的尾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后面的排气管，哎，帅哎，好不好？这里就有一点这个有点像电镀的一个式样。好，然后我们打开后车厢呢，后站板哦，上集科P那集有讲过了。那这一块后站板原厂的，我是在对岸买的，然后我还买了这个皮是日本买的，好，日本有手工职人在做这个东西在卖，就是 for 500的哦，好，还包含这个。行李箱的这算什么？行李箱护垫。那我买这个也是日本买，这是同一套买的，但是有点不合。这边，因为我们这个有 BOSS 的喇叭，所以这边就、哦、凸出来。对，所以这边凸出来了，这边有点不合。好，然后呢，这个贴纸还在制作中，好不好？夏威夷披萨的贴纸，这是我们打版的，最后我要把它割成贴纸贴在后面，好不好？里面有凤梨的。凤梨。马上惹怒意大利人了好不好？那后面的部分就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来看内装。那我们这一次的烤漆呢，包含里面的中央这个同色的饰板，好，我也有做相同的同色的烤漆。排挡头之前是松的，但是本来我也有买新的排挡头要改，但是科P说改上去很丑，科P跟泰山就决定把原厂的修复就好了。包含这个菲亚特500的排挡的皮套，还有手刹车套呢，我也是从日本买回来，直接把它换掉啦。那当然最重点的就是我们内装的皮椅啦，好不好？之前我记得这边皮椅有点破损嘛。好，那也谢谢我们神工国际，好不好？这个走路真的还不错哈，弄起来完整度很高，而且它这个是 Alcantara 对不对？正 Alcantara 对不对？所以真的非常贵，哎、欸，但是很细心，你看全部的皮椅都是车蓝线的，哎呀，真的是有配色啊，连。中央府的这个小小跟的，他都帮我们背了。那当然呢，跟我们的 CHR 一样，既然去神工国际了，这个就是要一并更换了嘛。好，门板的部分呢，我们也把它中间的这个皮呢改造成跟这个车子的椅子是同色的。好，然后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个我们的 OG 方向盘，真的非常有心哈，我觉得还不错，蛮有设计感的。至少说它这三条线不是死死的三条线，好，它还帮你做了一点点圆形，我觉得真的很有设计感。好，我觉得他们的想法也很棒，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方向盘的设计完全是委托 OG 的小月，他问我说想要做什么样的方向盘，那我就说你觉得这个车的时代哦，好适合什么样，他就帮我设计出来，所以这个呢完完全全好都是 OG 方向盘帮我设计的，我真的觉得还我蛮满意的，我真的觉得蛮棒的。然后还有什么开贵啊？咋办？十分钟就讲完啊！啊，花好几十万，怎么十分钟就讲完了？怎么忽然心中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油然而生？没有，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啦，在能力范围内啦，打造一台自己觉得开心的车嘛，你每天都要开的东西，所以我真的觉得是我还蛮开心的，我还蛮期待的。我虽然这个一直强忍住，没有在赶着要马上把它整理，很快速的把它整理完，但是其实我心中是期待的。我跟你讲，这台车哈，整理目前整理的过程中最便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啊，什么？升降机里面的螺丝锁紧就好了。对啊，我还买了一个新的升降机回来，结果后来科P拆下来，发现螺丝掉在下面，把它锁上去好了，搞定，好吧？这是目前这台车整理最便宜的东西。披萨贴纸贴好了。哇，凤梨耶！哇，这台Kiga意大利贡也避免黑人的也贴好了。好了，贴好了，完成了。最后我们就是出去试车，打完收工。有没有？你看这么帅的方向盘，我这定位环，哇，还有这个最方便的，哇，温达达，啊，温达达，温达达，温达达啦，刚没粘好啦，然后这个时钟也粘好了。一定要黑人的香片，好不好？这个官网在卖啊，不是虾皮有在卖。整理完试车就是爽，一直试一直爽。哇！マコト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我换了铝圈，换了排气管，整理完，今天真的第一次出去开。Yeah， 有啊，他再一次开始破，真的差很多。那这个有一个意大利车常见的问题。就是内装会有一些零件摩擦的声音，稀稀疏疏的声音。哦，现在底盘的整个回馈我都觉得非常的棒，底
盘的回馈超棒 ，Q 弹，开着自己喜欢的车，在路上就是感觉不一样。再开在路上应该吸睛度不会比你差吧？应该比较吸睛吧。来了，观众留言呐，输的不要玻璃心，我跟你讲，我们又不是没输过 ，CHR 黄色的时候我们已经输过了，输的彻底。彻彻底底，彻彻底底的输了，彻彻底底的就是这个万人响应没人到场。所以我真的觉得一台车哦，如果大家要买车，真的要买一台自己喜欢的车子，那你只要你喜欢它，其实无论它怎么样，我相信都可以接受。所以常常我们在讲，哎，很多车哪里不好，或是哎，你觉得哪一些车明明就口碑很差，风评很差，为什么还那么多人要买？那其实都有他们各自自己的原因啊。这个颜色不知道选的对不对？阿呆，如果100分的话，你给这个颜色几分？应该有个90吧。所以在你心里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但是我觉得它偏紫一点。就是要有变化啊！它如果不偏的话，我还不要嘞。不然你觉得它偏什么？偏绿这样？偏蓝啊！我觉得它紫跟蓝的比例可以。其实我当初的想法是金属蓝，有一点类似你讲的，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个泰管的那个感觉，就是有那种金属色的感觉。哦，然后可是好像没调出来。好啊，对七哦，这个变色龙七我真的快晕倒。这个变色龙的漆大概是一般的漆价格的3倍，买起来很贵啊。第二个是会喷这样漆的师傅越来越少了，不是每一个都会喷这个漆的哦，因为它要同方向，你知道吗？不然会色偏啊。对，不然那个颜色会不一样哦，那个折射光线折射起来会非常的丑。它那个烤漆上面，它要师傅又要有一定的技术才烤得出来，而且一旦啊。我记得之前有一只保杆还是什么是没做到还是什么？那个反光片呢、啊？哦，反光片，对，之前我反光片本来要补掉，我本来要想把前保杆跟后保杆的反光片补掉，然后结果阴错阳差，师傅忘记帮我补掉了。然后之后呢，回去想要把前后保杆再重做一次，因为两个原因我就放弃了。第一个又要再买一桶漆，非常贵，为了两只保杆。第二个是师傅跟我讲说。因为不是同一次喷的，我如果再做修补，有可能产生色差。就算没有色差，光线一照下去，整个反光的颜色、保杆都会跟车子不一样。所以我就放弃，所以我才去找熏黑的反光片把它换上去。所以这个就是在改车过程中你常常会去遇到的。我相信很多有在改车的观众朋友都遇过这个问题：买错零件嘛，对不对？然后阴错阳差没弄好的嘛，然后像要重弄又花不下去，像我这样嘛，大概这样那种感觉。好，所以改车之路呢，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好玩。也非常的有成就感，好，那这就是改车当中的乐趣。哦，对，那像这种意大利车，我真的觉得要找到懂它的人修，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在这边要非常谢谢利友汽车啦，哦，这个利友他在修车，他就是不会跟你做过度的维修，然后他会把所有的状况跟你讲。当初这个方向机的时候，他也讲，啊，其实拆起来如果只是一个接头，就不用换整个方向机。那包含呢，我在找一些零件材料的时候，利友真的帮上了很大的忙。他可以准确的告诉我，我这一台车找那个零件需要用什么料号下去找。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你像我自己在网络上查，我包括查维基、查原文，像这种国外的车，它又分欧规、美规，然后它有非常多车款、排气量，有各式各样，甚至还有柴油的，现在还有电动的。你知道我去查之后才发现，这个菲亚特在国外的引擎形式有这么多，你知道吗？CC 数也分超多种，还有涡轮、没涡轮。所以找零件上面啊，其实如果找到一个专门的车厂，真的可以省掉你很多的时间跟走歪路。你看，像我买一大堆零件，真的走歪路。你包含在尾灯，我们在改装的时候，其实好像也遇到接线的问题，对不对？还有那个盖子不合的问题。我现在改的这个方向灯组啊，其实你看会造成故障。我刚一打方向灯，那个惊叹号就跑出来，可能是电阻值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那时候我就跟利友讲说，我想要找这个 MODA 的这个 Alpha 的这个铝圈，利友就说，哎，好像他有朋友有，他就马上去帮我问，果真就问到四卡，状况非常好的中古框，一切都非常刚好，因为这个铝圈我已经喜欢很久，只是一直找不到一台车可以让我买回来装上去。这个铝圈也不便宜，我买了好像也差不多20000块，四颗。好啦，我心爱的菲亚特500。终于在我的有生之年，哦，又达成了第二部意大利车的收藏啊！那个玛莎拉蒂快卖了哦。意大利车还有什么？爱快罗密欧、法拉利、名宝杰尼，好像差不多这样，慢慢收集好不好？我们这台基本上应该很难卖了，所以这台应该会陪我久一点。啊，玛莎拉蒂应该是会比较快卖掉，好不好？到时候只剩一台意大利车了。那希望
今天的影片大家看得开心，喜欢的影片也要记得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才可以继续做这种烧很多钱的影片给大家看，那就下次见啦，拜拜。哎，什么 check 啥 ？Have engine check， 那怎么讲？又亮灯了，又亮灯了，靠腰啊！Yeah, we about to have a good day. All my people down the ride, turning up into the sky as fast. Yeah, I'm about to break it down, babe. I get everything you want, really, just to get a smile real tough. Boy, I get it for my people. Oh, oh, oh. Why no, we don't get a sequel? Nah, nah, nah. Saying always come and ride with me. There's no time, it's like a blessing, come and fly with me. You and me, there ain't no limit, past the sky with me. Saying rise with me, fly with me, vibe with me. People in the hard life, limelight. They gon' always be the hard light of my life. Everything I do is all for them, ay. Anything I want, I cop for them. I want the best life, but ain't nothing gon' be right if you just left mine. You be playing for your life, you gon' test mine. You don't have to understand me, no. But you get reprimanded though. I got a big vibe, really, but it's fitting for two. Nah, I mean well, I don't really mean it for you. Unless you my guy, my fam, my sis, my fam, my friend, goddamn. Yeah, we bout to have a good day. All my people down the ride, turning up into the sky that's fast. Yeah, I'm bout to break it down, babe. I get everything you want, really, just to get a smile real tough. Boy, I get it for my people. Oh, oh, oh. Why no, we don't get a sequel? Nah, nah, nah. Saying always come and ride with me. There's no time, it's like a present, come and fly with me. You and me, there ain't no limit past the sky with me. Saying rise with me, fly with me, vibe with me. Oh, oh, yeah. Tomorrow got my time too. Ain't no limit with what I would do.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for you. Ooh, oh. And if you're out the circle, you should go. But if you're in a circle, keep you close. To each and everyone you mean the most. Ooh, oh. 正価格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